口业大师在要解里面说，上上根不能欲其坤，这两句话好啊，讲得太好了。啊，坤是什么呢？在此地的意思是范围。啊，你不能呢超越他的范围。他的范围太大了，遍法界虚空界。下下根呢也能真其真实到达，也能到达佛的境界。欧耶大师不是普通人啊，他住的这个要界虽然只用了9天的时间，他后头有一篇跋文，9天时间写成的，印光大师对这个要解的赞叹，说是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本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这个赞叹呢，也赞叹到顶点了。早年我在新加坡，演培法师有一次就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，印光大师对要解的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？问我这么个问题，我回答他老人家说，我说印祖的赞叹呢一点都不过分，赞叹的非常恰当，这是实话了。我们这一生有幸，还遇到这样的盛会，只要能信得及，真信，依教奉行，这一生也能真其欲。我们也能够达到弥陀如来的十报庄严土。所以这个欧耶大师这两句话赞叹阿弥陀经，也就像印光大师赞叹要解一样，都赞叹到那么样的圆满，那么样的究竟。只要有一点点小善根，遇到之后啊，就能生起欢喜心了，发愿依教奉行。所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凡圣其首，立是上根，顿是下根。立根顿根通通有份。